烟灰烟蒂这个活动，我们另外安排一个烟灰缸收集器的交作活动，那时间安排在下星期二，也就是7月31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动员所有的里民哈，来馆来参加我们烟灰烟蒂一个收集器的 DIY 活动。什么叫收集器？在以前我们白话一点讲，就是烟灰缸哈，因为是不是没有烟灰缸，大家就往地上揉一揉，就人就走了。好，那你看到我们这漂亮的架子，以后我们要放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去。好，烟灰烟蒂，比如说我们的小公园啊，或是我们一个休息室的小站啊，有没有？这个我们是请真的很专业的美术老师来做的哈。当你看到这个的部分哈，不要放垃圾进去，我们这不是垃圾桶啊，这个是烟灰烟蒂收集器，是不是很漂亮哈？大家里面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下礼拜二的早上9点，麻烦你带一个这样的空罐子来。好，八宝粥还是什么椰子汁，还是比较矮一点就是那酱瓜了啦。好，家里有抽烟的人，麻烦说，你看我做的那么漂亮啊，烟蒂不要在家里乱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集中放在哪一区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是老师的作品，好，是不是很美？今天。就讲坦白一点，你们家人没抽烟，回去当笔筒，好，是不是也很实用、很漂亮？好，记得哦，下礼拜二31号早上9点，哈，一样我们同个地点，好，来这边做一个这个交作活动，好，有来的也有奖品哦，好，一定要来哈。